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主。全人全心，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是我重新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主啊，谢谢你的应许，主你对我们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主啊，我们深信在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信实的神。主，你是信实的神。主啊，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切的需要都来自于你。
主，你供应我们一切生活所需。主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主啊，我们总是带着神你给我们的信心为主而活。主啊，使得再次你的儿女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愿你悦纳我们早晨的敬拜。主啊，让我这一生，主啊，能够跟随你到底。谢谢耶稣基督，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你的带领没有错误。主，你要赐给我更大的信心，更专注的眼光，定睛在你的宝座上。主带领我，主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主你往哪里去我就跟随你去。谢谢主，主十架在前头，我们在你后面跟随你。主，不论昨天的环境如何，不论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的担忧或忧愁，再一次主，让我们的眼目来对准在你的身上，对准在你的宝座身上。谢谢主，今天是属于我主得胜的一天，今天是属于我跟随得胜的主的一天。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又是丰盛得胜的一天。我们来看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玛拿，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二章11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但荷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交换，他用他完整的圣洁公义无瑕疵的生命交换我原本我们这个破碎不堪软弱失败羞耻的人生。每一个人今天在主人面前站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用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的人生，因为神他从来不愿意浪费我们的人生，因为这是用他儿子的命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祷告了4个月，神为他开了一个奇妙的门，神把门开得好大好大，透过这个波斯国王的恩宠，尼希米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如果参考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之前从巴比伦走了4个月来到了耶路撒冷，而尼希米他是从比巴比伦还要更东边的苏珊城，大概还要差不多180公里左右，因此呢，他也是马不停蹄的就赶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他是在1月蒙国王的恩宠准许他回去建造城墙，走了4个月，然后呢到了之后勘察地形3天，祷告安静，然后呢又用了52天建造城墙。我们可以在第6章的第15节看见城墙是在以路月25号建好的，以路月就是6月，也就是说从1月到6月25号中间就是大概就是将近6个月的时间，他4个月赶路，他用将近2个月的时间
建造城墙，代表尼西米一分钟都没有停下来。当他确定神开路了，他立刻马不停蹄，他不想浪费神给他的呼召的每一分每一秒宝贵的人生。他带领百姓52天把城墙盖起来，不畏任何的艰难。原因很简单，为什么要日夜赶工？因为要赶在7月1号以色列人新年之前把城盖好，带领百姓进到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完全没有浪费上帝给他的宝贵呼召的每一天的恩典，他马不停蹄。这让我们想起很多圣经里面的这些伟人，他们付很大的代价。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耶路撒冷，走了1000多公里。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召，我们祷告神开路，因此我们做了重大的决心。有的人是辞掉工作，有的人是转换跑道，有的人甚至是离开那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有的人是踏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战战兢兢。但是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因为非常清楚是出于神的呼召，因此非常的果决，马不停蹄。但是真的进入那个领域的时候，真的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哇，面对那个残破不堪的景象的时候，信心会受到很严重的考验。尼希米马不停蹄的来到耶路撒冷，等候他的是不怀好意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的仇敌，等待他的是他刚刚所巡视的，半夜所巡视的耶路撒冷城墙的南半边。刚刚他所走的那一段路，今天你要去耶路撒冷找不到了，因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只留下以前尼希米时代的北半部，而南半部尼希米所巡视的那一段现在都看不到了。但是尼希米为什么半夜巡视的是南半部这一段？因为那边的地形最陡峭，最难走，最难建造。尼希米在晚上的时候，他去看神要给他的任务，好艰难，如同亚伯拉罕 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来到应许之地，来到事件第一站，来到事件的时候，他看见怎么样？天哪，这边已经怎么样？早就几百年几千年来迦南人在世间已经建立高大的城墙，我怎么有办法得地为业呢？他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世间，结果他眼看就怎么样要被眼前的高墙所击倒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因此他在世间筑了第一座祭坛。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迫切的祷告，然后神给我们印证，我们也很勇敢下了决心，我们转换了跑道，离开了陌生的领域，如同尼希米在宫廷里面的高官不做，来到最辛苦的耶路撒冷，面对他的是很多的考验跟仇敌的攻击。他也会想说，到底主啊，我有没有搞错？主啊，你的带领有没有出错？主啊，这样有没有可能是在浪费我自己原本美好人生的计划？弟兄姐妹，问题来了，我们不想浪费我们的人生，上帝更不想浪费我们的人生啊！因此不要前面很火热，终于来到目的地了，终于踏入了神的带领之后，不要在那个时候就停住了，要继续依靠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面对这样的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尼希米他去思想，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哇，不是我祷告吗？不是神开了奇妙的路吗？奇妙的门吗？不是王恩宠我吗？他用这样的回想来时路，回想怎么蒙受这个呼召的，当初怎么祷告得印证的，重新想清楚了，他自己的信心被坚固了，因此他就召聚的那些同胞过来，把一路的他的这些过程跟同胞分享，然后他就呼吁他的同胞跟他一起起来建造，不要在耶路撒冷继续浪费你们的人生，因为上帝不要我们这些被救赎被掳归回的人在这个地方束手无策，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弟兄姐妹，当这些人被尼希米激励起来的时候，他们一起被上帝的意象所感动的时候，他们就说，起来，我们一起来建造吧。
纵使有仇敌的嘲笑，纵使有这些仇敌的这些诡计来搅扰他们，但是尼西米说出了一段伟大的话。他说什么？他对这些仇敌说，我们要起来建造，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姐妹，起来吧，我们一起起来祷告。神不浪费我们人生的，既然已经祷告，已经有信心的行动，就坚持下去，去回想来时路，然后把意向跟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人一起进到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人生的每一天，要与主同行，与主同工。愿我们在神伟大的计划里面有份有权有纪念。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我们求主赐下决心。哦，主啊，增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上你的脚步。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主，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是先行创始成终的神。我们敬拜你，主，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被环境所打倒，我要艰辛的仰望你。赞美主，阿门。主，我们心思意念常常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主啊，能够快跑来跟随我的神。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主啊，是的，孩子们何等感恩。主啊，是的，你对我们说，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一切，主，我们是有权有份有纪念。主啊，是的，在你，主啊，你看重你验重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主啊，是的，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主，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梦想，主啊，我们好像渐渐失落了。主啊，你帮助孩子们再次把那个梦想给拿回来。主啊，为主建造城墙的梦想拿回来。主，为主建造江南美地的那样子的心，主啊，我们再次拿回来。主啊，是的，你量给教会的，主啊，是坐落在佳美之地。主啊，你为我们的量给我们的份，主啊，你为我们持守。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再次依靠仰望神。主啊，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所领受的这些职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刚强壮胆，为主摆上，为主奔跑。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蒙神的带领，已经来到应许之地了，纵使你面现在面对的是这残破的城墙，不要害怕。我们求主赐下勇气，面对环境，永远选择相信。阿门。我们举起祷告的手，宣告：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也成终的那一位。我们举起祷告的手，来支取神给我们信心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主，我站在这里 ，Here I stand， 这是你呼召我的地方，这是你要我踏入的约旦。这是你要我跨入的红尘。Here I stand， 我在做，我站立在你的呼召，求主为我开道。主啊，高大的城墙要倒塌，主啊，广阔的红海要分开，我在这里。Here I stand， 亲爱的主，我来了，我在这里，带领我，使用我，高牧。恳求你赐下我们信心的眼睛，主啊，叫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这个环境而已，主啊，乃是凭着我们信心的眼睛，主，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相信一切出于你的应许，主啊，是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主啊，你将这样子属天的信心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即使肉眼看见的环境不向我们效力，我们仍旧相信你到底，主啊，我们相信你借着这个环境在对我们来说话，在修剪我们，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埋怨，我们不失去盼望，我们不失去这样子的信心。恳求你帮助我们，指着这样子的环境，我们赞美你，我们开口来赞美你，宣告你的话语，宣告你的应许。主，我们要看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更多的经历你。谢谢主。主，赞美你，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是极其宝贵，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主，你不愿意我们浪费人生，你要我们珍惜你所给的每一天，你也不愿我们周遭的人有人在浪费他的生命，在旷野绕来绕去。求主赐下给我们有领受你的负担，求主赐下负担向人来诉说上帝的信实跟慈爱，让我们也鼓励成为周遭的人的祝福，让他们也进到一个异象人生里面。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使多人蒙福的管道。我们同声开口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让更多的人都有份、有权、有纪念，让更多的人都一起起来建造吧！使用我，
你的火焰点燃我，你的圣灵火焰点燃我，让这把火也烧着我们周遭的人，让他们一起与神伟大荣耀的旨意有权有份有纪念，赞美耶稣。谢谢你爱世人的心从来没有放弃，主啊，凡按着你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每一个独特尊贵的灵魂，主在你眼中是如此的宝贵，主啊，你要透过你的教会，透过每一个蒙恩的儿女，向人活出这个生命，活出这个见证，也要向人来见证那位永活的真神何等值得信靠。主啊，用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人，成为诉说你荣耀的器皿，我们赞美你，赞美神。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不要回头，继续向前。我愿一生紧紧跟随